定会。经典歌曲我全会。我带你飞到天上去，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你就是你的香囊一把火，好些吃穿爸爸吃饭，追去压强如你想抢先选手一步揭晓门后的秘密吗？你想用智慧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快拿出移动设备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中国电视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时同步互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节目同步答题，赢取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我全会，你们会不会？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心歌迷会暑期特别节目《经典歌曲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尼格买吉，我是张杨果儿。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主持人必须都是四个字的名字啊，真是。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嘉宾，要和我们一起去共唱那些经典歌曲，而且是要分为男女两队，我们有一个公益梦想，两队都要为此而战。没错，获胜的那一队呢，将会获得由正宗王老吉为你们提供的10万元的梦想基金。而这10万元的梦想基金，我们用在哪里呢？前段时间我们的导演接触到了来自湖北恩施石窑中学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校长啊，听说这些孩子们非常的渴求知识，渴求有更好的教学条件，所以这10万是用来给他们建多媒体教室的。嗯，因为据我们了解，那里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就是在炎炎夏日，在那个地方那所学校，他们需要生火取暖。没错，因为海拔有1800米高。嗯，有时候天气冷到什么程度，孩子们在教室里待不下去，他们必须要出去晒着太阳，在烈日底下来上课，他们才会感觉到温暖。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这10万元的梦想基金，如果今天能够以某一队的名义捐建给他们，不只是帮助他们建立多媒体教室，更多的是要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所以为此，我们今天男女两队都要加油。今天呢，校长还好像还有一位学生代表也到了现场。在哪里？在哪里？黄校长，来，我们看看您。你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恩施女儿会的故乡石窑中学。大家好，我叫刘鑫，我今年13岁了，我是土家族人。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你是我们梦想的见证人，也是受益者。我们今天要把各位嘉宾分成男女两队，你应该能看出来谁是男队的领队吗？小妮哥哥啊，果儿是女队的领队。嗯，你预测一下，根据你的感觉，哪队会赢？男队会赢。哎呦，那为了给我们女队鼓鼓士气，校长你一定支持我们女队，对不对？支持女队。耶、yeah,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二位，谢谢你们。好了，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比拼，好不好？是，今天我们第一环节叫做老歌新唱，那么女队先来，好不好？没问题啊。那说起老歌，要是经典歌曲来翻唱的话，嗯，有一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哪首？40年前，嗯，有一位著名歌手刘文正，他带着《兰花草》走出山谷之后，这首歌曲就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校园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那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青年歌手陈丽媛，她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演绎这首动人的《兰花草》，响起掌声，欢迎她。有请。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千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添了许多香。觉得兰花草固然芬芳，但是有时候啊，我还是更喜欢野百合的香气，哎，它更有韵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它是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曾被翻译成很多很多不同的语言，也被许许多多的歌手翻唱过，但是我更期待的是今天这个版本。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著名青年歌手金润吉给我们带来野百合也有春天。
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得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知道一场视听盛宴，请两位歌手呢是让我们的鼻子有了福利，带我们闻了兰花草还有野百合的芬芳。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耳朵竖起来，带你们一起去听海。让我们掌声欢迎纪敏佳。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真的非常的动情，也能够让我们想起很多过往的悲伤回忆，但是未免太伤感了一点，所以为了应对你们的悲情，我们也想出了一招，接下来就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李行亮为你们女队带来一首《朋友别哭》。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唐亮，新婚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我跟你讲，要像我们这样幸福，一定要遵照一条原则。什么？就是在家里一定要听女人的。哎哎，谁说的？你知道吗？知道今天该怎么做了？得让着我们女生，对，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不对，就是我应该只听我家一个人的，就其他外边的女孩子我不能听。不管你们让不让无所谓，我们接下来这一位啊，那是能歌善舞，动感十足，她就是金美儿。她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比她的年纪还要大，因为在1983年的时候，这首歌就被选作了金马奖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一样的月光》。歌手越来越狂野，男歌手越来越温柔。
你看金美儿，一样。有男朋友吗？现在？你觉得还能找着吗？开个玩笑啊！但是接下来这一位男歌手，他是我们开心歌迷会的老朋友了。果儿你也见过丁少华，他用自己的方式啊，演绎了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最浪漫的事》，掌声有请。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心歌迷会，单从第一轮演唱确实是不分伯仲，不如我们加赛那么一道题。怎么加赛？你看你们那边有一位姓金的同学金润吉，我们这边有一位姓金的同学金美儿，都是朝鲜族，对嘛？两个人都是朝鲜族，又是我们各队的猛将，我们就高音一试来比拼一下，掌声欢迎二金组合。注意，高的来了，调起高了，没关系，都。
给我们丢脸啊。请你懂我说，从我们搞音乐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讲，男调女调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调跟这个不一样。美人本身是很高，对，在女生当中是也是高音的，哎，她也很高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没唱上去。太高了，掌声送给二位组合，谢谢谢谢谢谢，太两个人声音真的各有特点，把我们夜空都划破了一道口子。那我们的观众不仅仅是要听歌，更要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是，支持男队的就给男队点赞，但是应该不是很多，对不对？哈，那支持女队的呢？赶紧拿起平板电脑给女队点赞吧！3、2、1，开始！等一下，啊，先别点赞啊，不点赞，我得先告诉大家点赞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好，想好了再点啊！所有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点赞投票的活动。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或者其他的移动设备来参与我们的二维码互动，猜一猜到底谁会是胜利者。那我们的获胜方呢，将会得到由正宗王老吉提供的10万元的梦想基金，为湖北恩施的石窑中学捐建多媒体教室。当然我觉得大家心里已经有数了，一定是我们男队赢，对不对？女队我们不靠吼，我们点赞就好了，好不好？来，3、2、1，开始投票。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爱你飞到天上去，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时间到，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轮的投票之后点赞数谁多谁少呢？请看。89-100，来，我们宣布一下第一轮的点赞结果：男队92赞，女队108赞。刚才这一轮老歌新唱，每一位嘉宾表现都可圈可点，接下来我们要难度再提高一点了。是的，我们要进入的环节叫做男歌女唱和女歌男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首歌如果原唱者是女生，那么这一次呢由男队来唱，如果原唱者是男生，这一队由女生来唱。其实很难的，那刚才我们的那个金润吉差点就唱的已经不行了。不，我告诉你，这正是我们队各位嘉宾的强项。是吗？小心点啊。来比就比。这样，我们首先请出第一对嘉宾李行亮，为大家带来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们这一队请出实力唱将季敏佳，带来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有请二位。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接下来啊，金瑞吉要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演绎一首非常特别的歌。这首歌说实话我自己从来没有听男生唱过，但是我相信金瑞吉一定能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和丰富的情感给这首歌曲锦上添花，那就是没那么简单。你们想赢没那么简单，我跟你讲，你们想赢我们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接下来我出场的这一位队员哦，哇，来头太大了。他呢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美声唱法的金奖获得者，而且也是第五代歌剧江姐的扮演者，他就是王丽。他今天唱的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必胜的决心，那就是耶耶耶耶。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到底，或者是迷信问了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唱流行歌曲，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啊。这个流行吗？很流行啊。这个多高啊，只有我能唱。只有你能唱，对，是不是？那王丽下一个唱法也只有你能唱，就是拿美声来唱这首夜夜夜夜。你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美声唱夜夜夜夜啊。对啊，来吧。可以吗？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好好听啊！哎哎哎哎！哎，拍手记得点赞啊、人家都使出大招来了，你愣着干嘛呀？你也来个狠的，谢谢你，你也不许好好唱民歌，你那就唱京剧，不能这么光唱京剧，你得把京剧跟流行结合起来，哦，好不好？行。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一杯。说今天这个现场的火药味实在是太浓了，藏龙卧虎啊，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刚才两位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浓烈的感觉，像是两杯红酒，非常的意味深长。但是我告诉大家，爱情当中也有小清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应该就算是两杯红茶。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丁少华的，他所翻唱的那首我们太熟悉不过的《红豆》。我们这边呢也派出了一位人和歌都非常甜美的青年歌手陈丽媛，他会带来黄品源的那首什么歌？小薇，掌声有请二位。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在荒芜的夏天。
请鼓掌，这首歌就叫做掌声响起。哎，这首歌啊很经典，每个演员在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为之动容，尤其是他的原唱凤飞飞，当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更是哭着唱完了整首歌曲。但是今天我们要请一位男歌手来唱掌声响起，他就是阿普萨萨。我们这边呢，这首歌全场一定可以动起来。而且这位演唱者还是位女汉子，特别适合唱这首歌。哎，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柔情的一面？太了解。来，我们就来有请金美儿演唱这首一定要动起来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有请。我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你就像那冬天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心歌迷会，今天我们男女两队的胜负要由现场的观众通过点赞的方式来做以决定，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或者其他的移动终端来参与我们的二维码互动，猜一猜谁会是获胜者。而我们胜利的那一方呢，将会获得由正宗王老吉提供的10万元的梦想基金，我们将会以获胜方的名义把这笔梦想基金10万元捐献给湖北恩施石窑中学的孩子们，为他们捐建一间多媒体教室。来，拿起你们的平板电脑，3、2、1，点赞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不能再输了，来为男队鼓鼓掌。请你大声的宣布结果。男队这边104票，女队这边是96票，所以男队获胜。其实我个人也很希望男队获胜。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男队。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我们比赛最终的结果是所有轮次的点赞数相加，哪一队最高谁就是获胜者。所以看的是绝对值。我觉得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一直在支持我们开心歌迷会的每一个歌手每一次演唱，所以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现场的每位观众都会得到由正宗王老吉为你提供的红罐凉茶礼盒一套，谢谢大家。现在马不停蹄进入下一轮，怎么样？我觉得下一个环节
单枪匹马唱歌太没意思了。是的，我们请到了强大的后援团来给他们站台助威。嗯，我们请到了几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尊敬的老艺术家，将会和我们新锐的年轻歌手一起组成搭档，完成接下来的演唱。是的，我们这边大有来头，我们女生要派出的是星光大道的冠军刘赛。他的帮帮唱嘉宾是谁呢？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响起掌声哦，王杰石老师，他们要一起演唱一首《爸爸的草鞋》。哎，那我们男队这边呢，请出非常出色的年轻唱作人李行亮，跟他搭档的是谁呢？著名的歌唱家耿连凤老师。哎，来，掌声不要停，有请两组嘉宾。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切，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仓，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车那转啊，决心没有想要
来我们的比赛要继续，我们这边呢请到了80年代流行歌曲的歌王张行来助阵我们女队的队员陈丽媛，他们会带来一首大家意想不到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派出的是我们的原猛将金润吉，他将会和我们著名的青年歌唱家祖海一起来合作，演唱的是祖海的那首经典歌曲，哎，知道吗？为了谁？哎，我唱太难听，还是请他们两个来演唱吧。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永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已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想起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姐妹。接下来最后一轮对抗了，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定海神针。哟，嗯哼，那就是王力。他会和他的好朋友刘大成一起演绎一曲《美丽的神话》。还行，使出了狠招是吧？我们不怕，压轴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他们那边有第五代江姐是吧，王丽？咱们这边呢，来个更狠的，第三代江姐扮演者也是我们特别喜爱的著名歌唱家万山红老师，他将会和阿普萨萨一起演唱那首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红梅赞》，有请。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我不变的真心，千年的向阳台，
飘云天外，我心百花齐开放。请出第五代江姐啊哈、uh-huh. 王丽来有请我们江姐大会师我觉得我们这个环节真的安排得特别好我们的六位歌唱家以老带新向经典致敬因为你们本身就是经典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传统的歌曲又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要感谢你们因为我们这代人可能离江姐的这个比较久远了所以我觉得听了万老师的这个唱以后让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情境和环境下是怎么样去体味到这样的英雄人物但是我想告诉二位歌唱家的是啊其实我们开心歌迷会不光是我们的嘉宾我们台下的观众那都是卧虎藏龙啊随便拉出来一个那唱的都不错你们信吗来一点我们随便找一位好不好有会唱红梅赞的吗那一位我看中间那位特漂亮那位大姐那位举手哦我看一下哎您会唱红梅赞吗会唱您是什么时候唱这首歌40年前唱过我现在可能记不得我唱的可能不怎么好哎呦没有关系谢谢谢谢大家姐姐看上去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好的来吧红颜上红梅看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想不出来了对不起对不起还忘词了大家说唱的怎么样啊好鼓掌、哎、好掌声再热烈一点 哎这位大姐我看你我看您长得特别的美就跟尼格买提有点像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是很熟、啊、我的好儿子你让我唱这个40年前唱过这个歌好吗谢谢大家谢谢这是我妈真的是我妈妈妈曾经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剧演员我在中央电视台8年这是我妈第一次来到现场看节目也是第一次拿起话筒出现在荧屏上40年前唱的歌我突然就现在唱哎呦很紧张唱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不知道我爸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会不会跳起来啊这是临时的安排啊好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心收回来再次给我妈一点掌声啊
好的，我觉得更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师，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一轮演唱结束之后，看看现场的观众会把这最后的一票投给男队呢，还是投给女队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也别闲着，赶紧拿起手机来参与我们的二维码互动。今天胜利的那方呢，按照我们的规则，他们将会获得由正宗王老吉为他们提供的10万元梦想基金。我们将会以获胜方的名义，把这10万元的梦想基金捐助给湖北的那些孩子们，为他们捐助多媒体教室。好紧张啊，很紧张也很兴奋，我希望我们女队可以亲手送出这一份礼物。我希望这一份礼物还是以我们男队名义送比较好。那最后一轮投票见喽，好不好？来吧，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拿起平板电脑，我们开始点赞。时间到，我最关心的是我妈把票投给谁了。那肯定是你嘛。投给谁了？哦，妈妈，你是一个伟大的妈妈，温馨的妈妈，有爱心的妈妈，公正无私的妈妈呀，真的。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马上要接受的是最后的结果，看一下这一轮投票到底谁多谁少。来，哇，男队89赞，女队111赞。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我们还要把几轮的分数相加，看看最后谁得到的点赞最多呢。掌声有请女生的这个位成员来到舞台上好吗？不、哦，我们要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刻。同时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湖北恩施石窑中学的黄校长和他的学生，有请。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男队的各位男神再次闪亮登场。我们今天的爱的梦想要传递给湖北恩施石窑中学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很闭塞，他们的学习条件很差，但是希望有了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每天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真心的希望你们学业进步，所以接下来这个10万元的梦想基金，有请女队的成员颁发给他们，有请。来，有请黄校长接受由正宗王老吉为你们提供的10万元家庭梦想基金。大家的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同学们，加油！谢谢，感谢收看本期的爱心歌迷会，我是尼格买提，我是张阳果，下次再见，拜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只可爱的小强，干嘛去？你出来听我唱这首歌，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全部。